愿正法重现，未曾听闻佛法，生命就毫无意义可言。得闻解脱之道，而未能依教奉行，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如果道场没有法，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万色三法印，一时相应，四依止，落实在每一个动点上，当下即是正法重现。让佛教兴盛，正法重现，是每一个佛弟子无可推脱的责任。2005年元月1日，释慧律写于高雄文殊讲堂。咱今天呢，先开72页，啊，这是另外一个单元呐、啊。那么头前是四字菩萨念佛圆通章，那后边这是列论安乐净土义。这个列论安乐净土义，就是说简单，这个论就是问答，叫做论。一问一答叫做论。这个安乐，就是给了世界啊净土的道理啊。是谭鸾大师说传，这个传呢、啊，就是揭露经典啊，叫做传。问曰：讲安乐国第三界中。是何界所列呢？就是讲极乐世界，在咱三界中是什么界所列呢？答：如是论言。讲清楚极乐世界这款净土啊，不是三界所列，三界是欲界、色界、也无色界。但是极乐世界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也嘛不是无色界。何以故？讲为什么啦？无欲故，因为极乐世界人无欲望，所以伊不是伫欲界。咱即马就是伫欲界，欲界就是有饮食、有男女的欲望。啊，男女就是淫啦、啊，啊啊，饮食就是爱食啦。因为咱有这款欲望，所以叫做欲界。啊，叫做世界呢，非欲界。叫做世界也无男女的淫，也嘛唔免食物件，自然就饱清净的身躯。所以无欲，因此讲非欲界。那么一是地居故非色界，叫做色界是黄金铺地咯，不是这个色界，色界天啊，啊、住伫个空的观顶啊，因为伊照着这个意识，甲轻的这身体啊，所以住伫这个色界啊，啊，所以天空中顶啊，但是这个叫做色界啊。伊是伫个土卡，也嘛有神通自在的悲，所以讲，因为伊是住伫土卡，所以唔是三界内面的色界，所以色界就是因为它不是地居啊，不是地居天，所以因为伊是住伫啊啊空中，哎、啊，所以非色界。那么咱三界里面的无色界啊，是无形象的，但是极乐世界是有清净的色心啊，
所以这个色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业力所影现出来的色心，它是为本性所影现出来的美妙庄严之色，所以有形色果、有形象的色果，所以不是无色界。那么既然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不是无色界，那么当然就非三界所列啊。所以经典来讲，阿弥陀佛本行菩萨道的时阵，做这个 BQ 名叫做法藏 BQ。那么这个法藏菩萨啊，因在修行的时阵就是阿弥陀佛啦，因地那么高地叫做弥陀佛。第一世住在王佛所迄个时阵啊，请问的诸佛的净土之行啊，免那修，才会当往生诸佛的净土呢？迄个时阵佛为说210亿啊，诸佛的刹土，那有的经典是讲211亿啦。有的经典说210亿呀、这个意思讲真济啊，你就对了。诸佛的刹土啊，这个世自在王，就甲这个法藏菩萨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的法号啊，来献出这个210亿的诸佛国土的庄严、天人善恶、国土的精甲粗啊，精啊，就是。维系啦，出就是这个粗糙啦，现出这个西方国土有善的，有恶的，后美色后粗的，色现意志，就是可以看到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啊，法藏菩萨啊，在世自在王佛的时阵啊，发弘誓大愿，采出的诸佛土优点。所以在无量阿僧劫如所发愿，就是精进不退的对。行诸般若蜜，行诸般若蜜，万善圆满啊，行无上道，行无上道是毕业所得的啊，非三界呀。毕业就是另外一种清净之业啦。不是三界杂善的业，那是纯净善啊。过来梦问讲，安乐国有几种的庄严才会使讲或者净土啊？咱定来讲这个极乐世界是净土，而且到底是偌清净啊？有什么物件叫做净土呢？答：那是按照经典的根据啊，法藏菩萨48大愿，就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呐，即是基础啊。那么根据这个赞叹，咱就会当知影，伫个这个所在，唔免搁再点讲，就不复重叙啊，叙就重新再说一遍。那是按照无量寿论呐，无量寿论，就有两种清净啊，就是极乐世界啊，大原则啊有两种清净啊，小原则啊有29种庄严啊，两种清净，就是气色干清净，气色干这个气。这是出主任四书，四书说君子不弃，这不弃的是说没有一种固定的用途。你说我们这个器具啊，这不要就是堆叠啊，这个这堆叠，你看堆几项而已，那么其他呀，电风只会吹风而已。君子不弃呀、就是说它不是一定的用途，比方说君子有很多优点、所以这个弃呀、器具呀、就比方说可以承载简单说就是我们说的山河大地叫做弃世间、那么那三宝世界叫做弃世间、极乐世界
啊，就是清净的无量庄严，叫做去世间呢。过来是众生的世间清净，众生啊，咱咧讲有情世间，三界呢叫做有情，就是有感情、有执着。极乐世界叫做众生，包含更加宽啊，但是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众生啊。啊，所以去世间清净，啊是众生清净啊，啊，哎，拢是叫世界伟大的所在。那么就去世间清净来讲，伊有十七种的庄严。讲叫世界有偌好呢？第一，国土上性格三界的，无论你人间啊、天顶啊，哈、哦。较早细汉常常来看电影的时阵啊，就感觉讲天顶真水啊，啊，夜晚出来伫云顶咧走咧走咧，就看起来就感觉真好看呢。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啊，就是超过这个啊三界。你讲讲极国讲大，这个世界真大真大。量如虚空啊，无有界限。因为安尼极乐世界土地就小咯，真大嘛。你看你大到，像咱江城这一片，哦，隔壁八十万，三角汤也一百十万，咱这地无一片嘛，算五十万啊。啊，即马那个市，无嘛要有四十啦。所以住在台湾的人也算不错啊，你若去香港看哦，你也真艰苦，会住不掉。香港哦，人口要到七百万，住在小岛、九龙跟香港，九龙跟香港是不同样的地方啊。啊哦，阮去的时阵，导游甲阮解释讲，伊翁仔某吼住几平，住八平。八平是伫遐食、伫遐穿、伫遐放、伫遐生囝，都八平就对啦。拢总挂浴巾啊、便所、食穿放大清，拢伫遐八平。Hong Kong， 香港，哎，迄是真是真艰苦啊！哎，迄是真艰苦。住台湾的人也算真享受啊，你若去香港看，你脱袂掉。啊，食饭旁个面床顶食，啊，人安尼一斤阿囝入去呢，啊，都一块面床，啊，一块桌啊，安尼三四平，所以啊，讲起来就叫做世界好啊，干那这个土地啊，伊就袂涨价，因为伊太大，大到乎你无法度去算个啊，啊，在你去围到倒拢你个。哦，扩大体的一直围咯，这地我的，那地你的，你看那围拢无要紧，拢话你的，啊，伊就重重无尽的世界啊！你围安尼，伊嘛会使围安尼，唔过不会重复啊！啊、哦，圣人的生存的这个 degree 的一种角度上层次面无同啊，所以极乐世界一世事无碍法界啊，你甲伊袂去解掉啊！你安尼行起，咱三宝世界，你安尼行起，甲伊安尼行起会烧崩点吼？叫做世界无差啦。你安尼行起，甲伊安尼行起吼，你安尼统计，伊嘛安尼统计哦。袂去动掉诶，伊就因为他那个只是一个影像，是一个清净的色身，啊，就叫做世界安尼行起。你拢无感觉，伊嘛安尼行起，你嘛安尼行起啊，无障无碍。所以极乐世界一真大，看你要起几百栋厝，中山路看要买几千间，拢无要紧啦，无要紧就对啦。敢若极乐世界这好处，你都看要大外宽拢无问题啦。一头倒咧，脚两对十外斤，迄边行无要紧啦。三者为菩萨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所起，
咱是三宝世界，是为这个业力所生的世界，因为咱一直执着，啊，一直痛苦，啊，一直烦恼，啊，所以啊，哈、啊，这个世界一是为这个慈悲喜舍所流露出来出世间清净的所在，完全参咱这个世间啊无共。咱这个世间的人常常咧怨叹，怨叹讲伊对这个人有因，到不了尾啊，伊拢甲嚣心、甲反面啊，说旧堂啊，这个就他旧堂唔通救人啊，旧堂摇摇舌，救人无功劳。啊，咱人拢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地咧，咱需要的是咱的真感恩。啊，唔过咱那个经过一站的时阵呐，人的因就阁未记住啦。啊，所以一切会烦恼、会痛苦、会不满呐、啊。哎，伫咱娑婆世界有啥物布施的人，伊会烦恼，伊布施到尾啊吼，伊看到这众生哦真贪啊，伊会起烦恼讲。你这人还贪心布施，遐侪哦，你个体啊！一放布施的人嘛，烦恼呢啊！你甲布施甲安尼，甲救到一半，啊，剩一半唔甲救，纯粹个布施好过，还是你布施无够？到最后，因来救伊99遍，最后一摆无甲救，伊嘛会怨叹。所以这娑婆世界就是可怜，刚救的人也是满腹牢骚啊，被救的人嘛满腹牢骚了，对啦。嘿啦，就通通是牢骚的，对啦。哦，刚几个人去到老面，伊感觉讲别人给他的回馈就是不袂合伊的意思啊。啊，那风几个人就讲，你要做人好，做人来做好到底，那甲救安呢？是因此啊，这三宝世界就无论你施舍的人也好，做善事也好，做到老面会烦啊，会愤怒，会退道心啊。啊、哦，哎，伊安尼用咩？提醒伊生命，互众生，众生还佫较嫌啊！人讲挂包，互人佫嫌臭啊！啊，方接受人布施，伊嘛真怨叹啊！伊伫怨叹讲，别人布施，互伊还佫无够啊！因咱人个贪袂当知足嘛！所以伫这娑婆世界，无论用多种形式，拢真痛苦。所以说，圣者哈，说地球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那么的肤浅，肤浅，这个肤浅呐、啊。就表示讲，咱拢未透视啊，未透视，无法度圆满的对啦，都是很肤浅。第二个，悲剧第一珍宝性，就世界你记住一切上界珍贵的物件，出奇妙的宝物啊！那咱这个娑婆世界这种金银啊、琉璃啊、钻石啊、钻石啊，这个算金鸡卡呀。金鸡卡呀！哎呀，咱那娑婆世界挂一个钻石出去哦，性命都无去，性命都无去。你挂伫个手诶，伊讲拔起来，伊讲我拔袂起来，拔袂起来手剁起来，哎，伊就无拔开，就袂使，拔到面六六叉。哎，你赶紧要拔开，唔拔开手会剁起来啊！所以呢，咱只女将吼，那厝诶真有钱，会当行布施都是难能可贵啦。原来讲，你开始就讲宴会爱参加，还是一般拜啊？怎么水水也不要紧。因为讲今日挂这个，一个真贵重的这个破链啦，吼，还是讲穿真少啦，吼，还是讲这个手环啦，讲真贵重啦，或者是讲你都穿伊那衫都真水呀，啊，你都要作注意，这麻烦的到位啊，麻烦的到位啊，啊。请问的事情怎样？出去运动吼，我这种运动习惯出去行，人阿妈讲，出去人，双脚贴起来，我无搬，为脚底看个观顶，为观顶看个观顶，都无啊，无搬行啊，啊，那么辛苦要贴，有大鼻子有啦，那怎个大鼻子我都吹喏，我拢在念大鼻子，你敢要念？你敢要吃大鼻手喏？大鼻吹喏？剩下无。真的无半项，安那么开地皮，你就压了，压了，压了，就嘴嘟嘴配嘴好哩，加钱哈，加钱，无要怎样？无话辛苦啊，无半项通好哩啊，无半项啊，所以讲
出家人伊也无什么危险啦，啊，伊嘛无钱啦，啊，要有钱伊嘛袂再辛苦啦，啊，所以也无啥通抢啦，无啥通抢就对啦，啊，因为叫做世界吼，宝贝也无人会甲你抢啦，遍地拢是啦，地啦，啊，洁净光明啊，上照这个世间啦。叫做世界是真光明啦，唔是像咱即马一个黑暗啦。啊，一个夜前十年就安尼看甲未输讲安尼，真宝贵安尼。这个经过140几年了，才会看到这夜前十，哇，就感觉真惊吓呢。啊，这笑死人！你叫做世界，哪有虾米滴？第七，衣国宝物的流能，咱即马算这个沙婆世界金啊，算定的啦。叫做世界金啊，算嫩的，嫩的就对了。吃食感觉真快乐，生于性乐，生于性乐。啊，为什么？因为唯心所造嘛。因为叫做世界是清净心所影现出来物件嘛。啊，咱今嘛是垃圾心所影现出来物件，咱这垃圾心所影现出来物件就拢定啊，会伤害啊，四大不圆融啊。叫做世界清净心，这地水火风伊是圆融啊，啊，火容易水，水容易地啊，所以一啊地容易空啊，啊，四大拢融合，当然伊物件就没有执碍，没有对立，没有障碍啊。所以出家欢喜啊。生这个殊胜的快乐，八者千万宝花庄严持招啊，奶奶这个宝花啊，这个庄严这个莲花池啊，不是像咱即马隔壁迄个公园，你注意去看，隔壁迄个公园用迄、那个，遐尼隔这个，这石头不空的，啊石头不空的话，甲画迄个亲像迄、那个，竹子的桶，啊，人咧塞车塞到迄个塞到肉骨，喂，规排拢破去，到即马还未修理啊，到即马未修理啊，哎，这沙婆世界都无一项会用得着啦，里里落落啊，宝殿宝楼阁啊，种种的宝树十色光明映入世界啊。影那就是重重无尽，如影都没有障碍啊，就是影那世界啊。所以无量的宝梦看伫个虚空，四面有一个铃，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叮叮咚，啊，这个叫做这个，唔知迄个圣诞节无？哎，挂铃啊，你啊，咚咚还咚咚还哈。啊，长途这个法音啊，法音啊。啊，定定宣说佛法咯，哦，这个灵啊，你叮当一个，给你恭敬说法咯，这不简单哦。啊，地到的虚空当中啊，自然就定定落这个天花啊、天衣啊、天香啊，那么庄严破分。第十，佛慧光明啊。就着伫这个牛齿的暗，好啦，暗痴暗是无智慧啦，啊，就是讲叫做世界啊，你来去佛的光啊，智慧的光照着，你都袂愚痴啊，就会产生智慧啊。后面来讲，咱三无世界，无咱日头拍看麦，拍到到底你着乌暗面，对，你咪啊，不但袂开智慧的变牛齿，拍个脑性去。打起啊呢！十一幻声开悟，幻门是空啊！那你叫做世界所听到的声音，拢会令咱开悟，幻门是空啊！十二阿弥陀佛，无上的法王啊，要显列主持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啦，是你无上的法王，啊，因为伊是无一项啊，会超过这个。阿弥陀佛，所以无上的法王，伊是善力住持的是阿弥陀佛，发这个慈悲喜舍的善愿来主持。这个住持啊，用即卖话来讲啊，叫做愿力支配的啦，愿力的支配啦。三者对如来
清净的挥缩化身。那十三呢？十三就是为如来清净的挥缩化身。所以咱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为妈妈不清净的所在啊生出来。那么叫做世界是为莲花来化身。那么这个十三那么为莲花来化身啊，必须要以清净的三业相应清净的莲花。简单就是要断淫啊！啊，你这个淫念无断，不清净，要来到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度，就是讲三业不清净啊，想要感应清净的莲花，那困难，因为不相应嘛，不相应嘛，啊，就是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持。啊，你真爱这个佛法，那么禅定，哎，那么禅三昧为持，啊，一是三昧的是正定啊，啊，有智慧的定啊，禅三昧为持，啊，一是就着禅定，定给你吃物件呢。那么咱即嘛，三宝世界拢是爱吃什么饭啊、菜啊、杂食身啊、啊垃圾啊。极乐世界啊，以定为食，以禅为食，叫做禅悦为食。禅能令心喜悦啊，无家的霸的掉，人家的霸。十五，应离心心主苦，受乐无干呐。啊，那那是娑婆世界落这个地界是受苦无干呐，极乐世界是受乐无干呐，快乐啊。哦，占不掉啊！让你快乐，噶占不掉啊！哎，怎的？乃至不闻离性如林啊，根缺的是六根不健全。哎，意思是讲，叫做世界无迄个无法菩提心的二圣人啊，叫做世界无查某的，拢纯粹童男生，清净的童男生，也嘛无迄个六根缺陷的人。十七，这个世界众生所希望的，以随心的下的也意思，无不满足。所以，亲像这款的十七种名，叫做起世间清净啊，众生世间清净有十二种庄严成就。头前是起世间呐，今嘛是众生，众生就是有情呐、啊，那来讲讲有情世间，也是九法界。就是等觉菩萨以前呢、啊，啊，都判为有情呢、啊。那么众生世间清净有十二种庄严。第一，哦，因遐迄个，迄个世界佛的这个字是无量大丁波王啊，微妙回答以为佛的字啊，迄是非常的庄严。第二，佛是什么身故呢？哦，有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光明庄严，无量就是啊，说不尽呐、啊，说不能尽呐、啊。啊，第三，叫世界啊，佛的无量的辩才，应机说法，机足清别，令每一个人听到、闻到的人一定会误解啊。误解的、就是啊，了解的对，言不虚说，就是话无假讲的对。四者讲佛真如智慧啊，亲像虚空安尼，佛的真实的智慧啊，亲像虚空，照了诸法中相甲别相啊，心无分别的 啊。中相就是空相，别相的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啊，啊，那你所讲的一切事理啊，一切的气世间、有情世间呢、啊，啊，总相就是空啊，别相就是有啊，啊，就是照了诸法的空有二谛啊，心无分别呢、啊。五天人不动众啊，空待庄严啊，啊。那么这个不动众的表示境界够，
啊，境界有高啊，啊，内心如如不动啊，那是非常大啊，非常的庄严。第二个，成是无上的果啊，善不能及，何况讲超过呢？譬如须弥山应现四大海啊，法王上帝足啊。就是佛啊，是成就无上的果报，世间无一个人我都跟他比较的，何况讲要超过佛呢？譬如讲须弥山啊，应现四大海啊，法王上帝足。七为天人啊，丈夫啊，啊，雕一书啊。大丈夫啦，大将恭敬为教，请师祖王师祖为教。啊，像师安尼啦，这就是师祖那一个号落去啊，百寿的幸福啦。啊，所以叫做师祖号啊，啊，师祖号啊。八佛本愿力啊，啊，庄严诸其诸功德。啊，度的人，无空过，就是没有白费啦。只要你会当度掉啊，度掉这个净土法门念佛啦，零零零零数万就一切功德海啊。虽然也未证得清净的菩清净心的菩萨，但是到最后有一天，你得毕竟得证平等发心，以清净心的菩萨。以上帝菩萨啊，境界过的叫做上帝了啊，毕竟懂得极灭平等呢 啊。那么告诫，假如世界诸菩萨众，以心不动摇，以不免颠倒而也辛苦，对当遍及十方种种的应化，如是修行。上座佛书，上座佛书就是说所谓的供佛啦，供佛啦，庄严啦，啊，这个做佛事的是，也跟那讲讲啊，诸佛那里说法，伊来去做这个影响众啦。十者如是菩萨应化身，一切时不减不休，不减不休的是同一时间应现啊。比如讲，伊在台北有。高雄嘛，同时有啦；伫中国有，美国嘛，同时有啦。同时有，不前也不后啦。啊，在众生看起来，伊就讲啊，伊出世伫我这个所在；在美国看讲，美国讲伫迄个所在。所以这释迦牟尼佛啦，以及这个经典都讲讲，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拢讲释迦牟尼佛伫伊个国土示现八相成道。在佛的经典都安尼讲，吼、哦。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安尼讲啦，十方的国度，拢自己说他们那个国家释迦牟尼佛来迄个所在八相成道安尼，啊，其实伊是不来不去啦，啊，不减不休啦，所以一心一念放在光明，虽然骗子十方世界来教化众生啊。种种的方便修行所行，灭除一切众生苦恼。所以，释迦菩萨以一切世界无疑啊，教诸佛大会啊，啊，无余照，就是照无余的啊，光明遍一切处啦，照无余的无余照诸佛大会啦。无疑功德，无疑就是没有剩下，就是尽的意思啦。功德无量，供养恭敬赞叹诸佛如来功德。十二啊，释诸菩萨在十方一切世界无三宝的所在，就是无佛法经的所在，来主持庄严佛法经宝，功德大海，遍是灵界如是修行。如是顶法王八种的功德庄严成就，如是菩萨四种庄严功德成就，是名众生世间清净安乐国土，就是亲像原定所讲的啊，十七种不加十二种，气世间有十七种庄严，幽情世间啊，
是咱咧讲诶，讲或者啊，众生世间啊，有十二种庄严，十七加十二，拢总有二十九种诶庄严。入面来参咱娑婆世界比起来，无一项庄严，无一项庄严，哎。问生安乐土的时阵，拢总有几品辈啊？有几种因缘来当往生啊？啊，上品的爱记着什么条件？中品的爱记着什么条件？下品往生爱记着什么条件？这种有规定的嘞。答：讲无量寿经当中啊，只有三辈，上辈。就是上根基的人，中辈就是中根基的人，下辈就是下根基的人。那么无量寿经当中，一品又分作上中下啊，就是一品就是上品、上中下，中品又上中下，一下品又上中下，所以三乘三就变九，下起来叫做九品啊。那按照这个无量寿经啊，啊为赞，而且根据此经作品，作三品论字啊，安尼来论啊。上辈往生诶，有五种因缘，也就是讲，你呐有心，有想讲要上品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爱下加离欲，这个欲是指男女啦。啊，专指男女呢？啊，你下这个家断这个淫，你出家啊，你叫法度上品就对了。就简单讲，那么上品呢，就一定要断欲就对了。那、啊、我讲较直接，比如讲那受八关斋戒，哦，那就是断欲呀，不可以呀、啊。你讲发无上的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就是究竟觉悟，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完成佛道、啊、不休息精进修道，你跟发无上的菩提心，你就不会退得心，不会退得心，你今天你不可能为了小花代志你就还俗，不可能为了小花代志你就不爱修行，不可能跟发无上菩提心、哦、可你无论你对安怎包括外境按怎，伊绝对无去影响。啊，是为法嘛，为无上的菩提嘛。安尼，伊这个人的情绪也变化，伊就真笑啊。噶一个发菩提心的人，那有可能讲啊？噶发无上的菩提心的人，那有可能讲随随便便人讲一两句，伊就唔修行？你讲啊，你话多的，你讲哎，我话是讲经讲到啥？我来讲笑话尔啊。他能讲什么？哎呀搞，还搁搞没几句，哎呀搞，啊，哎，哎哎，今晚阿弟那听到阿弟，你也真生气啊！哦，我说慢讲嘛，哈、哦，迄、那个咧西性地，袂当。哎，你讲我按怎拢无要紧，啊，我发无上的菩提心，就是一定要恭敬。哦，一个大三龙法师嘛是爱讲经啊，我讲大三龙法师，因为大四的哈、哦，四的六款，再一的六款，大四的，他较听吼，今日他较听，拢无假，所以，发无上的菩提心，你个破病嘛是爱上台，啊、哦，这无勉强，我足欢喜心要讲经往听，一点啊都无勉强啊，一点都无勉强，我真欢喜心啊，对不？所以这个无上的菩提心，你也感觉你很幸福感，你的牺牲你的奉献，你也感觉你很幸福，你不会感觉你很委屈，不会这样、啊、所以呢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哦、一看、哦、你又按怎他就不会走、啊、像过去啊，过去啊 说一个要来把这个禅师参禅啊，禅师参禅啦，啊！伊就怎讲叫主持大铁大鹅，迄个外口啊，啊！是主持个因呢，迄个咨客师讲，你该讲走，叫他走，安尼就对啦。啊！伊就该赶走，伊就唔走啊！起码过来坐咧，因为一工，
两天，唔走就是唔走，暗时因咧困，伊嘛唔走啊，就定定要行，啊无食，嘿啦，啊咩啊？对主持个讲，唔走，提面汤水甲泼啦，提面汤水甲泼走，啊什么提面汤水来？啊，当天真冷，提面汤水泼了，哦，刮个死死阵啊，伊嘛是唔走啊，为发来啊，伊发无上菩提心，伊在讲起真。无简单拄着这个大彻大悟的圣者，安尼，伊就一面汤水都甲泼走，所以，地铁就个出来，讲啊，我们呢、啊，住持叫你走，啊，伊讲我发一个这么大的，这无上菩提心，那五公里安尼一面汤水就要甲泼走，那不可能，那么是点样遐济？要这样，所以以这个求法，以为法，那是不管你什么境界，你都拢未得的掉了。伊就坚持到底到死，所以这个无上菩提心是足重要的，是诸法之本，就是菩提心呐、啊。你心中有法，有菩提心，就绝对未得的掉了。所以呢，啊。要准备要讲劝发菩提心文啊、哦、啊，这本呢非常重要啊、哦。三者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一向啊专门念这个无量寿佛。四者修诸功德啊，你要修功德。第五要发愿往生安乐极乐世界。祈求这款因缘的时阵啊，临命终的时阵，无量寿佛甲大众现其人前啊，即便随佛往生安乐，于七宝莲会当中自然化身啊，自不退转，智慧永命，神通自在，这就是上品的人啊，往生的条件啦、啊，啊、哦，所以在这注意啊，你看卖看你五条你符合多一条啦。过来看中品的啦，中品的就比较有希望啦。啊，上品的大部分拢是一个无红的啦，哦，还是死红的啦，还是迄个无某的啦。因为啥？哎，都拢改一年年，啊，就清净修行，啊，就逐摆来拍八关斋戒，哎，就会上品哩。然后家庭的人就难啦，哦，哎，都爱上品啦，哎，因人都要好下品的，你有法度？因人都要下品的，你有法度呢？伊就敢那，唔伊就敢那卖你就无法度，伊袂当利用啊，断不了啊，啊断不了啊，所以呢，改一个啊，那到目前来讲，无结婚呢，所以就爱家己注意，哎，过来，这中片呢啊，就一般的在家人啊，就比较有可能啦，哦，是看这较有希望的啦，你按照这个中品哦，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啊，发无上的菩提心，你天天听经闻法，不离心地，是不离道场，那么当然菩提心就发出来了。啊，你这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哎，大家都念阿弥陀佛了。第三，你注意听，多少啊，修善奉持在戒。多少的意思是有时候了 ，sometime is not always， 偶尔那一两次八关斋戒了，多少了哈 ？sometime is not always， 不是把每天都八关斋戒，受不了啊啊，要几名啊？要几名？啊有的到一半的十二点就讲。哦，站袂定，要下界了，要下界了。啊，隔壁那个安慰啊，小饮奶呢，饮奶就是，我咧泡一杯汤茶，互你饮呢，互相安慰啊，唔捌起个皮皮疮。四者起立踏上啊，哎，就是印经典呐、啊，啊嘛做佛像啊，啊到处钱啊，供养佛像啊，安尼。第五。饭食沙门，饭食就是供养啦，啊，共生的意思啦，供养出家人啊，哈、哦。第六，
玄真燃灯散花烧香啊，玄真啊，那时候供的供幡啊、床啊、董幡啊，啊，这个庄严啊、装饰啦 啊， 啊，燃灯啊，用这灯啊啊，散这个花，烧这罐香啊，啊，七家一处回向观世音菩萨，里面种的孙啊，无量寿佛啊，化现其身啊，光明相好啊。记住真佛啊，依住在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的往生安乐，住不退转，功德智慧啊，处如上辈，比上辈较差就对啦。下辈往生啊，有三种的因缘啊。第一，家属不能做出功德，应当发无上的菩提心啊。下辈要么发一个无上的菩提心啦，啊！你只啊，你只要念佛一心专念，包括十念啊，啊，念这个无量寿佛。第三，以自性心啊，愿生安乐。这个自性心就是坚固不怀疑的，这自诚心真歹做到搞，就是讲我绝对无怀疑的。叠这个十住位以前呢、啊，叫做毛道的众生呢、啊，初住位以前叫做毛道了，信心不够强化。这是咱所谓出家人跟在家人修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叫做毛道众生。实信位以前呢、啊，这个众生的修行啊，伊拢中道拢真简单去用转的，比如讲人家讲无进入世界啦，伊就。哦，伊就安尼，伊就唔念佛啊，动不动伊咧，我咧参禅啦，我咧修密啦，我咧啊，按照往多种办法啦，啊较紧，啊伊就不能自诚恳切的老老实实啊，安尼来即个或者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命中的时阵啊，就望见无量寿佛嘛，会当往生啦。功德智慧啊，比中辈较差。有个一种往生安乐啊，叫往生这个世界，但是啊，未当入去这个世界上中下三辈。伊讲，因为伊依迄个心啊，受种种的功德，要来往愿生安乐这个世界。但是不了解佛的智慧，不可思议的智，不可称的智，大乘功德啊，那么无定无论最上圣智。就是对这款的智慧啊有所怀疑，不爱相信就对啊，不爱相信功夫做遐高就对啦，唔相信佛遐高就对，遐有智慧啊呢，啊不了佛智啦，啊所以不属于智啦，哎，这个爱安尼读啊，他是不了佛智，不了不思议智，不了不可称智，不了大圣广智。不了无等无伦最上圣智，那个不了啊，贯穿整个底下通通是了，你是不了解意思了。所以一处诸地啊，疑惑不信呐，啊，疑惑不信呐、啊，人有信这个罪福修习善本啊，信这个安乐世界，信安乐国七不供电啊，或者百有损，或者五百有损，各位其中受诸快乐，如道理天啊，也拢是自然。第五百系当中啊，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心闻圣众啊，是安乐国土叫做遍地啦，也叫做太兴啦。啊，这注意，这遍地爱注意听。叫世界所谓遍地啊，不是讲出世伫个边啊，是讲伊伫五百系当中啊，无法度看到这个三宝啊，就形同遍地啊，遍地的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啊，或者是解释讲安乐国土上界边啊，啊，你安尼解释啊，会使啦。胎生啊，是咱人这个胎生，也就譬如胎生的不自在的意思。这极乐世界啊，你怀疑极乐世界，你有咧念佛，但是一个怀疑，安尼投胎也变成胎生，这胎生表示不自在，
虽然往生极乐世界的边地，但是不自在，是胎生，但是这款胎生更不是父母所生啊。下面讲，譬如胎生的人啊，一出世的时候呢，也未完全成型的人啊，那就是讲还没有能力啊，像这个大人啊呢，是边缘其难啊，缘其难，那就是讲哦，就是边地之难啊呢，那么。什么叫做胎生呢？因为黑暗无智慧啊，就借着这个边，跟借着这个烂啊，来讲这个冷的名，来照这个照处啊，何况那个壁，好、哦，不是别人当中的边地，也不是胞胎中的胎生啊。为什么爱知影呢？讲极乐世界一向是化生啊，所以好、哦，不是实实在在的胎生，讲极乐世界的胎生啊。啊，实在是讲伊不自在，就像人的出生呐、啊，不自在，在母胎里面不自在。所以这个五百年了啊，再搁见了哦，见闻这个佛法经三宝，所以知影唔是百难中的边地啦。门外啊，讲比胎生啊，比胎生处七宝经典中。受快乐后，又真快乐无啊？啊，这个世界这个胎生啊，又真快乐无啊？啊，那么是符合所业念呢？那么一时啊，有什么业念通可以想呢？答：经典讲，譬如转轮王子啊，得罪王啊。这转轮王子啊，是真有势力，可惜得失的这个王啊，这个得罪这个王就是怀疑啊，疑心病很重的人呢、啊，疑心病很重的人啊，疑心病很重的人呢、啊，人一疑，你就没有办法修行。比如说你徒弟对师父一疑，那就失去信心；先生对太太疑。对太太就失去信心，太太对先生呢、啊？太太对先生呀、啊，啊，疑，伊就对先生无信心。徒弟徒弟啊，来拜佛拜佛，对师呢疑也就失去信心。所以啊，学佛的人一定要记得一句话：说智者从师之长，欲者求师之短。智者有智慧的人，伊绝对看师父的优点，伊绝对无要找师父的缺点，伊找师父的缺点对咱的修行就一点啊帮忙都无嘛。智者从师之长，跟从的从，就是对师父的优点啦。人家那骨气的人，那骨气的去，欲者求师之短，大刚的找师父的毛病，你怎么样啊？不对啊，这样我怀疑你怎么样不好啊？那就免谈了。那你修行的有这个疑，那些什么都不要谈的。这个善心熟，有十一的心熟，十一个心熟，第一个就是信。你信不过师父，那就免谈了，什么都不要谈。相处在一起也会很痛苦，因为你怀疑我，我怀疑你，那还有什么法可言呢？所以啊，智者从师之长，欲者求师之短。啊，过来，所以讲啊，对于后宫啊，那么啊，那个两起这个后宫啊，个剥起来，系以金锁，哎，捆绑这个金色啊，就是锁啊，锁起来，一切坚固啊，无所缺陷，亲像这个王啊呢，就是给你两起剥起来，啊，让你袂自由啦，啊，大好食真好的对啦。所以讲，王子迄个时阵啊，虽然有真好命，种种啊，自娱乐，家己娱乐的这个物件，也是心未快乐，因为用绑起来啊，未自由啊。咱人嘛是安尼啦，怀疑心，无相信阿弥陀佛，无相信有极乐世界，啊，佮知影有因果，佮想要修复，用怀疑心念佛，就走对边地去，啊，变胎生啊，啊，就胎生就是安尼，啊，不闻三宝的法，虽然内面真快乐，唔过袂自在，所以但念识种种种的方便，求免虚出啊，你爱照着种种的方便呐、啊。
啊、哦、求啊，这个王下面呢、啊，啊，希出的是求出啦，希望出来了，给拜托就对了。第一胎生者也是安呢，就是讲你以怀疑心念佛，投胎去到世界变遍地胎生的时候，就是同款这款情形。虽然住在七宝宫殿呢，有好的色香味触，不以为乐，也无感觉，也是一点啊快乐都无。但不见三宝，每当看到佛法经的三宝啊，不得供养修诸善本，这是痛苦呀。所以色即本罪，亲诸即慧呀，啊，即慧的对。求离彼处啊，这个如意。凡当三辈上中下往生啊，当是五百年最后啊，才了解这个罪，才去求忏悔啊啊！所以啊，这千万唔通去啊，走对遐去的对。啊，过来啊，梦幻梦幻啊，讲以这个疑惑心啊，怀疑的心来往生这个世界，名叫做胎生。那么为什么伊会起怀疑呢？伊即嘛就是讲，众生伊即个怀疑有几种？答：经中啊，只敢来讲疑惑不相信呐、啊，啊，但是无不出的是并没有说明，所以就是为何疑义啊？经典敢来讲怀疑的人不信的人会去编的。但是，啊，不出并没有说明，是任何的原因怀疑的意思，是为什么怀疑呢？所以寻不了五句，寻就是离，离不开这五下面五种情形，啊，离不开这个五句啊，啊，但一对你来讲啊，就是讲不了无了解佛的地位啊。所以未当相信啊，未当信了佛的一切宗旨，因为不了就是未彻底的去了解，所以起这个疑啊啊，就是亲像啊，徒弟啊不了解师父，而是讲愚痴的人不了解智慧的人啊，产生这个疑，此一句总变所疑，也因四故一律对底所疑，疑有四义啊啊四义啊。下面啊，咱来将这个怀疑的物件啊，爱加解决，哈、哦，啊，才袂出事伫个这个极乐世界边地。怀疑啊，有四种意思啊，所以的大标题的一二三四，哦，大标题的标出四大段，四大段的列。疑讲单一念啊，你只要跟他归讲，你想阿弥陀佛，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怀疑了了，所以个经典讲啊，讲业道亲像轻啊，重的成坎啊，去会较重的业成坎去啊。因何讲这世的人，还是百年，还是十年，还是一个月无恶不作？但是伫个临命中杂念相续，变得往生，按着立即个镇定句，镇定句就是不退转，决定成佛啦。啊，毕竟不退啊。有镇定句，有邪定句，有不定句嘛。毕竟不退，以三途诸苦应解啊！原来安尼讲，诚恳的意思，人要哪会相信呢？何况讲无量劫以来，旷劫就是真久长啊，久远劫叫做旷劫啊，真久长九万劫以来啊。拢做种种的这个行忧虑之烦，就是烦恼之烦啦，拢伫咧这三界内。因何不断三界的这个结合，
干那用小可啊一点仔时间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会当出这个三界呢？那么这个事业就是业拔掉的，这个道理啊，又个是安怎？啊，讲业给咱拔的啊。哦，里面种十念，安尼就会往生啊！什么或者业给咱拔掉的啊？所以对处这个对地处义，所以讲不属于的智慧啊。从不属于的智慧，就是讲佛的地力、智慧力啊。零一笑足多啊，佛的智慧一点啊，就当做真大。真多嘛，会当做真少，会当用棍的变圆的，也圆的变棍的，轻为重，重为轻，长变短，短变长啊！如是定佛的智慧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下面讲，譬如一百年啊，咱来捡茶，甲捡茶，甲捡。这个茶啊，个堆积啊，吼、哦，啊个炖起来，个炖起来，今日个炖，明仔再个炖，后日个炖，炖到炖偌久？炖一百年，一百年诶，这心就是起起茶了哈，啊，很容易燃烧的木材就是心呢、啊。这积高千仞啊，这个仞啊，古早讲七尺为一仞呐、啊，啊，那就讲真高的艺术了哈。啊，那么你查安尼用价值，我干那个豆许，我干那个切一支，放那嘿，就烧了了啊，半工的时间就烧了了啊，烧了了啊。下面呢，使讲一百年的茶，甲堆积起来，半日的功夫倒不了呢。现在嘿，用个大汽油甲泼了，较侪嘛得了的。犹如璧者，波亦璧，四生璧啊！璧者的两脚残废，不能走路，谓之璧啊！两只脚拢残废，完全无法度行路啊！但是呢，因为一解存啊，记载这个他传啊，一解这准。哎，因为这个风啊，啊，跟这个棚啊，个跳开啊，啊，这船啊，为棚一棚风顺这个棚啊，风啊就吹了哦，一日啊，就千里啊。你那会使讲两脚拢袂行的人，一日袂当到一千公里外的所在呢，就照着他力嘛。下面你个比这个又讲善车人啊，真善的人。突然间，一滴就是用锐物，锐物就是讲啊，让真好的吉祥之物啊，来供主，来供养贡献，哦，这个主人，啊，主人看到这只珍贵物件，家住当想的当当忧想啊，啊，这个时阵啊，刹那之间，这个善人伊就富贵洋溢啊。盈就是满溢，就是超流出来的，所以盈溢就是非常的满啊。其可得言，一可又数十年做官，那么非常的辛苦，或者背尽辛勤呢、啊，啊，上下三不达归啊，那么一共对上啊啊，那么这个打。啊，对下叫做归啊，上下啊，对，咱做官啊，对管定的人嘛，吼、哦、啊，得来通达啊，对下面的归向我们啊，所以上下上不达归啊，啊，要哪会甲使讲啊，讲以富贵就无这款代志呢？意思就是讲，啊，哎，咱只要有得到特别的物件，真紧啊，咱就真好个。唔免像个做官，数十年似的，是做官做真久啦，嘛赚无遐钱就对啦。犹如烈火啊，
这个烈夫表示讲体力啊弱的人呐、啊，啊，不是指品德。这个烈夫就是讲身体歹啊，体力无够的人，讲用家己的身躯力量要跳对厉害关顶去坐，直就是说哦，坐骑马由下往上要的那一刹那叫做直啊。你拼起的就拼起的，如果你要定啊，背不起。你对这个转轮王啊、行啊，哇，这个变形虚空非灵主人啊，各位当伊啊，即即如即烈夫啊，言必不能行空呀啊！意思是讲啊啊，你只要就着这因缘呐、啊。所以复可以直如之烈夫原地不能啊、成功的功，你敢会使讲一点离啊都爬未起，伊就袂当上天空中顶啊！你像即马个上盖好啊，你讲啊，你有飞机通坐，嗯，我伫两支脚讲两支脚无去，两支脚无去都无差咧，飞机一飞就到美国啊，莫讲到美国，讲台湾、台北甲高雄了啊，伊坐飞机舒适些就搞啊，你好。好卡好气，我哩为台北行到高雄，我哩行我看嘛，你行到昏呢，对啊，行高速公路，行高速公路，这也袂去行着咯。嗯，是毋捌驶过高速公路，驶过讲，哎、欸，奇怪，车拢驶到我无共平，啊，对，唔是伊，唔是人家无共平，是伊家己一个人无共平，嗯，家己一个人无共平，你来讲桥都爱去啊。桥都在起哩，那边其实振鸟入水啊，鱼棒湿壁啊，这个棒就是跟那个啊棒啊鱼虾棒棒类的棒是一样的啊。讲这个振鸟啊，一些羽毛啊浸着就注意有毒素啊。振鸟啊，就是讲一几罐羽毛呢浸着注意会产生毒素。所以鱼啊，还是啊，这蛤蟆拢死了了。啊，这西牛角啊，甲磨粉啊，啊，这醋泥就是讲，甲磨成粉末状啊，啊，互人食，食者咸起，会当救人的性命就对了。哦，因为咱这中药啊，啊，咱这个中药啊，因为爱用这西牛角啊，我这西牛角是足贵足贵，一点啊，那算几落万，足贵的，非常的贵。啊，因为一只西牛才能迄只角尔，啊，这只西牛吼、哦，上清惨就是出清惨是迄只角，就是因为迄只角迄价值吼，才会死遐清惨。哦，你来去这个非洲看，非只西牛的肉无人要吃，死了病怕死，干那寄迄只角去安尼啊。所以啊，咱人吼、哦，按怎做？就是拢未完满，啊！你唔通想搞，你都唔通想搞。你若想搞吼，你会真艰苦死。你即马就搞无唔得，啊！就赶紧救起來。嗯，唔通想通透。啊那上台吼，领导的人，你就爱真谦虚，无吼会过人玩，会过人玩。啊，这在咱这娑婆世界，你安怎做吼，都未圆满呐。在这个《华严经》有安尼记载，啊，《论书展要》啊，有安尼记载，这段讲了真好。这个庄子啊，跟惠子啊，去山顶测，去山顶安尼行，啊，这行行行行，这个。伊到山顶的时候，哦，看到人在采茶，这茶真滴啊，真长啊，真滴啊，真长，哇，真好茶的对啦。啊，这惠子的问这个庄子啊，你讲说此木以何原因不得享天年呢、啊？讲这支木材。是安怎那会正少年的用机灯也未当好好在山顶来享这个天年呢、啊？
啊，这个庄子就说啊，此木已有财故，不得享天年。讲啊，这个木材因为生得真直，是栋梁之材，啊，随时就去用扯去啊。就表示讲一个咬人，那伤过咬，伊性命就连咪无去，人要收去咯，伊就袂当享这个天年呐、啊，哎，享这个天年。这就是木材、哦、有材也要熟啦啊！哦、就行行行行到个山卡，刚好人家在煮饭，煮这个、哎、黄昏呢、啊，这个煮饭，这个袅袅炊烟，这个袅袅炊烟，哎，哇、哦，你你你，哎，公啊，这个惠子公啊，哎，庄子啊，哦。遐落来煮饭啊，咱来个看卖呢。哎，去到遐这个头家啊，就因这个屋主的对，多来抬一只老鹰啊，一只鹰的对，啊，一只鹰啊，那抬只鹰啊，就变到给个懵咯。啊，会师在问讲啊，你这只鹰是安怎啊？哪会要个抬？伊讲啊，这只鹰哦，都目睭青迷啦。一无看到啊，未当替我掠细只鸟啊，掠兔啊，拢无法度啦。啊，所以我就爱甲抬啦。啊，这惠子这个问庄子，说此经此因以何因缘故啦、啊？原因啦、啊、哈，不得享天年呐、啊。啊，这庄子的个讲讲啊，此因因不才故，不得享天年。好、哦、啊，即卖咧，惠子就咁，就感觉奇怪咯。啊，惠子就感觉讲，你头拄仔讲，迄木材是讲，因为伊太好的木材材料，伤高通头，人就占。啊，即只鹰啊，老鹰讲，都无才干，人就要抬。伊都目睭清明，无路用。哦，干那一当餐桌的佳肴一餐啊，你娘。啊，庄子，那你呢？庄子就说我嘛，我介乎才与不才之间呢、啊，就是讲，你看到不是坐的关久了，看到一挑起就出来了，看不会挑起就久了，俺属相参我同款啦。我看迄个人压起就较大声，我压袂起就较细声嘞。哦，再来该讲的咱就抢哦，啊看袂做的就赶紧啊，你就赶紧收起来。所以简单讲，这娑婆世界啊，都真歹做就对了。哈、哦，你也唔通想通头，也嘛未使想饭桶哦。你想饭桶，人嘛看不起哦。想搞嘛，你嘛足凄惨的哦。啊，统统不对就对了，拢总唔对了。啊，想搞人嘛诽谤啦，你无搞人嘛讲你无路用啦，同款啦，拢足艰苦过日的啦。是因此啊，搞人。啊，咱就爱谦虚、保守啊啊啊！无搞的人，无搞的人，哈、哦！啊，咱就精进啊，用功啊呢！啊，这是讲这个故事啊，穿插在这个所在啦，哈、哦！这犀牛、处女啊，使者贤齐啦，啊，四个人一个背起来就对了。说起过的言啊，生命一段啊，无可幸福。明仔会使讲这个生命一段，都无可能够活呢。啊，又黄符夫子安，黄符符是天鹅啦。啊，这个黄符啊，伊每一刚来到这个子安的梦啊，叫做子安，子安，子安，哎，这子安的灵魂啊，说是成仙呢、啊，哦，够活起。子安还活，个瓦都登来了，这是伫往生论呢，已经有讲过啊，在这里啊不重复。往生论那里已经有讲过哈，七颗地缘焚下千岁啊，千岁灵啊，皆无可疏忽。明仔会使讲，伊带到去这个、啊，这个坟墓内面，经过一千年，安尼都未个死而复生呢。讲一切万法
该有自力，自力就是自己修行的力量，也嘛有他力啦。自力跟他力啦，自力就是洁身自爱啦。啊，你自己会当设这个身口意，自己知讲什么无重要，给到世界上重要，生死上重要。他力啊，就是别人，就是福力啊。啊，那么千非万比啊，无量无边啊。啊，那么所以讲啊，安的了有啊，以有爱的意识来怀疑比无爱之患呢？啊，千非啊，就是佛啦，那非要摄受众生啊，万比啊，就是众生自己啊禁掉嘞啊，无要接受佛的力量啊啊，所以啊，那边那会使以有爱意识的分别心。来怀疑佛无碍的法呢，有五种不思议当中，佛法最不可思议。所以以百年之恶为当啊，那么怀疑讲咱是念念佛为轻，不得往生叫世界入这个不退转的人，这是错误的。事事不然，不并不是这样。这大智度论讲一句话。你这个一定要记的，临终的十念强抵得过一生，抵得过百年之业事。这个你一定要记得，这大智度论有讲过这一句话。你一世的人说，哇，临命中去十念的力量就对了，抵得过你一世的人的业。普通时人人的系统迷迷糊糊嘛，正念提不起来嘛，正念也提不起来嘛。哦，你的往生的人，管得强的人哦，你免烦恼哦，你坚持到底，一佛两佛，绝对不退转。依法，你去修行。你讲，依佛，佛的智慧对咱人不为玄解，玄解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啊，怀疑讲佛的智慧。参咱人比较起来，佛那嘛无什么了不起啦。下面呢，伊就讲伊怀疑的原因呢，你讲何以故啊？伊怀疑啊，讲一切名呢，佛嘛是名，众生嘛是名，相诶从相待而生，相待就相对待的啊，相对待的中观那边跟我说，哦，为什么讲是那边呢？啊，为什么讲那边呢？啊、哦，中路里面讲，因为不是这边，因为不是这里，因为不是那里，所以就讲那边，把全部的否认都变成肯定，肯定啊？为什么？啊、是麦克风哎啊，因为它不是茶杯、啊、它不是地上，不是天花板啊，不是沙，不是金银，不是什么，否定了全世界一切，就会变成肯定的灵相。肯定相待而生啊！这全世界的东西呢？为什么不是那里？因为不是这里嘛！啊，因为为什么不是那边？因为是这边吗？为什么是讲这边？因为不是那边吗？所以由那边来显示这边，由这边来显示那边，就是相待而生哦，互相对待而产生的一个观念，一个 idea， 这是相待而生。各地是为不各而生啊！啊，咱这个本性各个地位啊，是为这个无明啊，干我了才三生啊！啊，比如讲未方众生叫未去啊，啊，众生叫未去啊，啊，为伊就是因为伊记的这个方向哦，记这个方身，所以啊，那书记的未转不未啊，未告诉呀的不改啊。没那可改，必没假改啊！那些的没转，就是讲，只要你使这个迷的这个方向，通通放下，没有这个观念的方向，就是迷。如果绝绝的去断掉这个迷，你就不迷了，你就不会迷，因为你把它定位嘛，定东南西北嘛，啊，所以。啊，你那是真理空偏法改，那哪里有迷不迷的问题呢？所以迷呢转
啊，那么就不灭的掉。所以迷足不解，灭到最后一直是未了解。所以灭的答案就是不了解啊，灭那了解啊，必灭才解啊。入去灭里面，伊当然一直是会了解。所以啊，灭那可解啊，必灭才解。啊，一定迷的是深入那个迷的彻底的悟，一个他就是解这个迷。也是在讲解者迷，你呢有什么个解者一个迷啊？所以迷这个解就是解这个迷的人啊。我再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解者迷就是讲你因为你有解，就是讲你有个定位，所以你就有坐标方向的迷惑啊。啊，因为你迷于这个解，你迷这个解，是因为你要把解这个迷，你才有所谓的啊这个迷，就是说你多此一举的对了。你要解这个迷，你就会迷于这个解。啊，你听我哈，哎，犹如手啊。反过来啊，安尼正面嘛手啊，倒面嘛手啊，同款，安尼嘛手，安尼嘛手啊，哈，奈可明理为义呀，啊，会使讲啊，啊，这个说明的、啊、明位，乃可明位为义，那、啊、这是一些啊，透视它啊，就有所谓的分别相，因为你有了解，所以就变成有差别相。也安的敲人呢啊，没安怎会当敲呢？是意思是讲，你讲佛，伊嘛是为众生相待的名相而生啊啊，所以讲就众生的推论，也佛嘛是众生呢啊，相因而生嘛，也安的敲人呢，嘛是跟咱众生同款呢。所以起初怀疑，以佛的智慧心怀疑，不相信。那么对敌的这款怀疑啊，所以说不可轻敌啊，不可称，这个称就是赞叹，无法去说，没有办法去说佛的智慧有多大，就是不可称啊。啊，功夫的地位是转结称位，没有办法去说明，没有办法去怎么去说它啊。结称位，你无论你用什么名相来功夫的地位，拢讲不行啊啊，不是相形待，不是互相对待而生的，也是绝对的对啊。何以言之？为什么来讲呢？法那是有，法怎么讲了？法那是有。必应有知有之智啊，一定有知有的智慧啊，知影这个有的智慧。要凡那是无，也应该有这个知无的智慧啊。这诸法是离有甲无呢，所以啊、哦，下这个诸法，佛下这个诸法，就是法如是，本来如此，如如智，气如如离，名叫做诸佛嘛。所以说这个自觉相待，这地会是抓住对待说三星的。你应该没做譬如嘛是一个没，就是说你说解谜，谜就谜这个解，那么还是一个谜啊 啊不成谜解，也不能变成谜有所解啊，啊没再变成说，因为你说这个解谜，你多此一举也是变成一个谜，也没有办法解答这个谜啊，也没有办法，迷这个解嘛，所以不成，哎，所以的迷解，也不能说啊，把这个迷啊解开来，啊，因为你还是一个迷嘛，就是也不能成为啊迷的解，透视它啊。假如梦中甲别人解梦，哦，你伫个梦中甲人解释讲，哦，你的做梦就是安怎，你做梦是安怎无好啊？啊，伫梦中甲别人解答别人咧做梦的答案，哦，梦中梦讲，哦，你梦到月娘真好哦，消灾啊，你梦到佛祖真正好哦，哦，梦到这坎坎坷坷，跋到这狗仔，这是唔好哦，啊，虽然讲你解人的梦，啊，但不是说不梦，你嘛是伫梦中，所以一滴来出佛，那、啊。
用这个知见的喜功六识的第六意识取佛，不也知佛，也不能说透视了解这个佛。那么一不低来出昏，用这个破除这个知的见地来取这个佛，变这个无所无，变成无知，那么也不能知道佛，那每当了解昏，也变一非低啊，非不低来出昏，那每当了解昏啊，你讲一非低啊，不知道啊，非不知也不能说不知道，那也不能了解这个佛啊，亦非知佛。那么亦非非知，非非不知啊。第一个就不能说以，你嘛以未使讲非知，也未使讲非不知，也不能说非知，也不能说非不知来取这个佛，也嘛未当了解佛。所以佛的地位是离处四故啊，啊，离处这个四故，言之者心行别的啊，翻天的人，言之者就是讲了解这个人的人，以心行就是讲内在里面的那个念头完全是断掉啊，损之者言一断，损之者啊，就是讲。啊，你要这个要去破除它，那么当然你就必须要啊，不能在这个语言里面打转，一定要除掉这个啊，去掉这个语言的执着，那就损之者啊，言语断，是一是以因为这款道理啊，所以释如来讲，若言见破者啊，是假。为比巴啊，讲咱人啊，那么来看到这个破戒啊，也会使讲比这个破戒所巴，原来不见破戒啊，嘛是比破戒所巴。原来人那有人啊，见这个破戒是一位解脱，那不见破戒是一位解脱。这意思是讲为正相应的。不是在文字里面游戏的啊，内心乃心穷满了这地位的人，你讲横的讲竖的都见波折了。那么不大彻大悟的人，不解脱的人，不拥有破这地位的人，你讲横的讲重的再讲再多般若也不解般若的意思的啊。这个不是在文字里面见跟不见，这为正相应，这些实际中说不离四际者为福啊啊，所以我们要离开这四际为解脱，单单共破般若是境界，哪岂容许你这样讨论呢？见跟不见呢？悟道的人见跟不见都是般若，不悟道的人见跟不见都不是般若。所以你佛的地位什么难啊，差不多不玄觉的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高深的地方啊。玄觉就是不可知啊，不可意啊，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是事实不然，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未使怀疑佛啊，迄款呢，我伟大啊，一智慧。过来三家。怀疑佛根本未当度一切众生啊！怀疑这个佛无法度度一切众生，何以故？为什么呢？讲过去世有无量阿僧祇行和三诸佛，现在西方世界也有无量无边阿僧祇行三诸佛。假使讲佛那实实在在会当度一切众生，那么应该早就无三界啊，应救无三界，就早就没有三界了。那么第二佛就无应该阁教众生来发菩提心，来祈求净土来接受众生。确实呢，实在有第二佛过来接受众生，乃至是有三世十方无量诸佛来接受众生。所以知影佛实在未当度一切众生，因为一分佛一分佛过来，一分佛一分佛过来嘛。所以你自己一尊一尊过来，当然就佛就无法度度一切众生嘛，你一直度人一直济嘛，
伊就起初怀疑，所以对阿弥陀佛的作优良相啊，有一个能力的界限呢、啊，就是有量想啊。所以对的这个怀疑，所以讲大乘的功德，大乘的功德智慧讲佛无法不低啊，无法不低啊。无烦恼不断，无心不逼，无众生不多，所以有三世十方有五种得力，五种得力。一者啊，那是说无，假使讲无第二尊佛，乃至无量阿僧行和沙诸佛，佛便不能度一切众生。所以，因为佛实实在在会当度一切众生，所以有十方无量诸佛。所以无量诸佛就是头前的佛所度的众生，因为只是名相转换而已啊！啊，那么就这个众生的自性来讲，是非一非一的。你讲无量的众生懂一本性嘛？啊，因为业识的无讲，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懂一佛性嘛？所以要讲即嘛对，要讲无量无边嘛对啦。理解，那是佛度一切众生尽。那么无应该够后边的佛啦，因为一个众生得当度一切嘛，何以故？哦，无觉陀，这个陀啊，我查这个词典呢、啊，就是他的意思啊，无法觉他意，也就是说无法令他令众生，这个陀就是众生的意思啊，无法度觉他意，无法度啊令他觉悟啦啊。啊，何以故？讲无法度令他干我啦，这个陀就是他的意思了。何以何以？根据什么来说三世诸佛呢？因为能觉他意，因为也当觉他，也当觉我啊，别人也当觉众生，所以讲佛佛该度一切众生，因为佛也当度众生，所以才讲佛该度一切众生。三。修佛灵多，又是见佛之灵啊！啊，修佛，修佛的，咱就是修佛啦。啊，咱后摆咱将来要成佛，啊是见佛之灵，较早佛之灵嘛。何以故？因为见佛有修佛果嘛，啊，有见佛叫修佛嘛。比如讲，帝王之家的啊，假的相招时啊，就是讲帝王的这个地位啊，也是是。啊，代代相传呐、啊，后王就是前王啊，一定的啊。啊，你那无前王怕天地，啊，后王要哪坐位呢？是者，佛力虽然令到一切众生啊，这句上重要，爱有因缘，爱有因缘啊。若众生跟前佛无因缘，那么必须要后佛来度。如是那无缘的众生，无得经过百千万佛，你就不闻不见。非佛历练也，不是佛的力量不高，是因为啊，读不到一年，读不到一年，哦，这真重要，真重要。所以来讲，讲这个咱人呐，互相带袂合，意见境界袂合，唔通互相伤害，互相尊重啊，远离的好。师徒也是安尼，阿阿婆也是安尼，啊，都确确实实都带袂合，比如讲咱都娶着歹某。哦，哎，咱卖讲怕，卖讲怕，哦，恶气灭灭住就无法可敌，你讲怕要从啥？对，可是咱今日做早，咱讲讲你感想安怎？你不需要讲怕，哈、哦，我这样讲怕，叫来，讲我清楚，你要对我还是要对伊？一跟两条答案，安尼尔，哎，也袂使讲，啊，要对我，啊，要对伊，嗯，安那好呢，安尼。查甫人哪里安尼？对，你无志气个，你我做乌龟啊！那所以讲，那是无姻缘，咱卖讲怕，卖伤害着对方，安尼讲个清楚，卖结恶缘啊！师徒也是这样啊，师父个徒弟那看法见地不同，师父也不要伤害徒弟，徒弟也不要伤害师父啊，在至少要留一个善的姻缘。记住一个老子的好姻缘的对，譬如你我九遍数天下，破诸暗明啊，你蒙者不见，其明的人无看到，是非智不明。未使讲日头无光明啊，是因为你前面无看到啊。啊，
啊，所以咱家咧讲经说法，你家己唔来呀、啊，你干那讲怪讲福无慈悲，唔来多哩，你就唔来听经文化的法多。所以啊，所以雷震裂耳啊，聋者不闻。哦，弹雷啊，弹到这个耳孔啊，叽叽叫啊，但是啊，臭耳郎也无听到。非声不利也并不是说这个声音不来到你的耳朵隆隆作响，这个不利的意思刚才那个并不是说它没有达到，没有来到这个地方让你震动，而是说你是聋子。A 并觉诸原理好之业佛，这是觉悟的诸法因缘这个道理觉悟的因缘法这个道理，觉悟的因缘法，自性本空，随空不离因果法因果法当体有空，空有不离因果法，实实在在有因果，也实实在在当下的超因果，所以诸法因缘性空的得力，念我的这个就佛。若情强为缘离，非正解情就是众生，如果这个众生强迫违背了这个缘起法、因缘法的道理，那它绝对不是正觉，绝对的不是正觉。你那是今天违背的这个因缘法，比如讲这个查某囡啊，伊都跟咱无因缘，你跟咱因为看伊水，咱硬要共抢来，结果门口的人已经人抓去了，伊就是已经人的某了，你硬要共抓，硬要共拗了就对，安尼。你都要吃官司，你的违背的因缘法，违背到这个因缘法所以人随缘解脱是真重要的思想随缘会晓下掉那个无必要的东西。所以是个众生无量佛也无量的对真就是问问佛这个真就是要求你只要求说佛不管莫问就是不管就是说要求佛了不管有缘无缘，你佛为什么不要度尽一切众生呢？这根本就不得力嘛，一直无缘你干嘛要度伊？你无缘你要度伊？你是说我今天你来，我来一贯道的总团来讲给一贯道听，伊若莫甲你配暖了，算真有修养啊，捧一杯茶啉，我发出你讲了真忝。俺就算真不简单啊，对不？一直无一个姻缘，你讲一直要多伊，对不？为我看伊个太太嘛是真可怜，伊个下骨先生就一直反对一直反对当中，伊就一直想要多伊先生家己个讲话原因啊，即马就一直要请师傅个多安呢，我甲讲无迄个性命，伊用个加减买录音带、录影带好看嘛，无要怎样啊？对不？这缘无够，你看一直要多伊。但是咱制作缘好伊无要紧，你讲录音带，伊咧塞车，你讲放个车顶，有时啊，高速公路动车，像今仔成功林的恳亲会，动十几公里，高速公路动十几公里成功林今仔恳亲会18000个大专生，伫成功林高速公路台中的落去安尼，动十几公里。大家好起来，台湾人好起来拢塞车嘛，塞车嘛，对吧？所以讲无这个缘，你就冲着这个缘去。伊来动车，伊就提起来听；动车，伊就提起来听。反射啦，反射伊就改变，伊就问讲：老婆，后悔皈依，你是要去皈依伊同意咱的看法了，你弹雷了，你看看，同意咱的看法了，讲了感动六种震动我一听了有理伊就赶紧紧变来办皈依了。你拢唔免甲叫，你徒弟甲师傅嘛是安尼，这个剃度的因缘，你哪讲跟这个师傅有这个结这个姻缘你招来招去，招来招去都一定要招来家剃头，做奇怪。这个跟师傅的姻缘只有半年到经过半年了，你安怎个老都老不掉？一祖祖连连都为了外力，给看出去。
缘就是搞啊，业障啊现前，安怎断断不掉？这足奇怪，这缘就是不可思议啊，缘分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你讲，你看这个人目前暂时无咧修行，讲咧造业，哎，无一定。经过一两年了，你跟不上他，你早得很。真正，这款足歹讲的哦，有时啊，因某学好学甲袂歹。好好好好好好结果好好啊好好好好反对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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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太就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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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理解性较悬啦，一下手就入啊，一下手就入啊，啊，像阮老爸啊呢，叔爷啊呢，伊知识分子嘛，对不？哎，我叔嘛伊安尼学分，我托叔嘛，你都唔捌字哩，伊就加要洗掺字咧结缘，对唔？叔嘛就唔捌咧甲字结缘咧哩，啊都无。无迄个机会哩，哦，啊！这书也一切读惯呢，伊即马虽然较慢学过，对，即马不得了啊！甲我讲伊往生咒十万八千遍念了啊，伊刚拍电话甲我讲，即马要念大悲咒啊，大悲咒我甲讲七十二咯，意思就是讲要转去咯，无病你是无时间咯，哦，我即马讲足病啦，啊！这规身躯的病较早就拢皮肤病啊。总医生拢看袂好，讲念往生就念，那讲怎好去啊？大悲咒安尼吹，讲念到真有感应啦、啊，啊，拄到别人就共品啦。我这皮肤病都念大悲咒念好去诶，是有感应哇！这吼、哦，这咋讲这有效啊？哦，就拼命一直持大悲咒啊，念佛啊呢。所以讲，佛唔是讲特别照顾这个人，嘛唔是照顾这个人。如法修啊，如理修，对唔？啊，这大家嘛会感应啊！大家，这法骨都唔是咧炸甲慢的物件，这诚心就有效啊。所以法骨爱有因缘，爱一接师父的话啊，要有因缘，要时间啊，唔免勉强，唔免勉强啊！你尽量创造这个因缘，和有法骨的因缘啊。我讲众生啊，真啊，世间得到的去右边啊。以是意义故啊，那么就无量啊，佛度一切众生啊。那落去右边呢啊，右边就是无量无边呢哈。问问，那众生不可尽，就是讲众生尽济啦。那么世界又落去无啊无边啊无边呢、啊，佛就是不能度一切众生嘛。答：世界是非有边非无边啊，未使讲伊有，未使讲伊无，有无完全唯心所造，也离开这四故啊，绝世际啊，离世际绝百非，所以佛令众生离这四故，名叫做道。哦，因为这道是为未变我叫做道啊，哦，唔是为即变能，而是变无变薄，唔是安呢啊，从迷变成悟叫做度啊，本来就有，也不能讲悟，所以啊。这个度就是离此四句啊，其实非多非不多，你不可以说一多，要么不可以说一不多、哦、你说一不多确实人真的有解脱，你说一不多，但是它确实是度、啊、所以它度本来就有具足，所以它不度它确实超越、啊、所以非尽也非不尽，譬如这个梦度晚上做梦躲过这个大海啊，躲在这个波浪之浪啊！其人保卫啊，叫声踢我啊，外人啊叫声个夹哦啊！我原来就是咧做梦啊，坐船咧啊，渡波浪咧大海啊，但为渡梦不为渡河，就确确实实是渡这个梦中啊，一河尔，唔是真正为咧渡。那今日就是啊，这个迷茫人悟到啊，就确确实实就无这个迷茫的物件，也不能讲觉悟，本来就是有觉嘛。问也。讲言多即不多，拢落入去边边见啦。何以但说多一切众生为大乘功德，不说不多众生为大乘功德呢？答啊，众生
那无这个厌苦求乐啊，为福求解，行去有说法去求解，那么闻得多就归向，闻不多就不低说不多。嘿，要闻得多，一直怎样归下？要闻不多，闻不度的话，我不知所以不度。什么是不度？不度啊？啊，别人讲佛啊，无带慈悲啊，就不归向啊，不归向。那么众生呢，无向佛，那么。长情久梦无忧，可惜你就无法度停止这个六道轮回啊！因为这款原因，都多说度啊，不能说不度啊。依照众生相嘛，修处诸法无形啊，无形诸法无形就是无可行，当体即空，不可造作啊。经义言这些经典也是这么说的。意思说诸法一切法不可行，本来就无，一切法不可造作啊，本来就空，自体本空，经义言经典本来就是这样讲啊，都是讲无生法嘛。所以佛不得佛得，也不得众生，凡夫共分别，这不得众生，言得众生是对地切谈对治啊，言不得众生是第一的中道细谈啊。所以能众容无管因，不互相违背。问说你说亲像梦那停岂不是度呀？这就是度啊。啊，那一切众生所梦的该平息，世间岂不真呢？一定真的啊，对不？答、说梦是世间啊，啊说梦那停止就是无梦啊，啊那无梦也未使讲度啊，也是如是在世间就是出世间啊。啊，虽多无量众生啊，就不对颠倒见。不做颠倒啊，因为这个梦不梦本来有的具足，所以有的方法讲度，有时候讲不度啊。其实就本体来讲，没有什么度不度的问题了。哦，你也不是在做梦的梦中在渡河了，不是真正在渡河啊。你把你叫醒起来，你就本来就无河这个物件，山河大地嘛是亲像咱即马在做梦啊呢。哦，所以咱即马讲啊，解脱生死，伊本来就无什么解脱不解脱的物件，东西是空的物件，也是加上强加分别，就是业障。啊，与世间希望不实的世间强加分别，这个叫做业障现前啊，这个叫做业障现前。所以学佛的人要在心地上好好的下功夫，莫令是非善恶啊对立，强烈的对立，用恶分法来看这个世间是绝对痛苦的，是绝对做痛苦的对啊。不要用这个恶分法来看这个世间，要入这个禅，禅就是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相。好，八十页倒数第一行，为什么圣德灯的第一行，依佛不得一切种地，怀疑佛他并无得到一切种地，何以故呢？啊，为什么呢？工作灵遍地诸法啊，那么诸法坐右边，落入去右的这边。伊讲，意思讲，本来当遍地诸法，啊，这个地，哦，有所地，这个地法，那么就变成讲右的物件。那每当遍地。那么就不是一切种子啊，不是一切种子的人，这就是对佛的一种怀疑。因为头前是讲惊众生妄心啊，怀疑啊，落入去遍地，所以这是排在第四种怀疑。讲佛那遍地诸法，落入去右边啊，那么不能遍地，那么就不是一切地啊。对地的这款怀疑呢，所以讲无定。啊，无轮轮就是背啦，好、哦、辈分啦，哈、哦，等等，这个轮就是平辈的意思啦，啊，无定也无轮啊，无一个比搁较悬就对啦，最上圣地。那么无定无轮最上圣地者，凡夫地是希望的，啊，凡夫的智慧呢，也是希望。这个希望的意思是因为他是用意识心在做事，所以意识心就不是如实践了。因为
众生是业力所印出来的东西，这个业力所教出来的东西是第七意识的执着，第六意识的分别啊，所产生种种希望的错觉，叫做地啊，凡夫的地啊，希望啊。那么佛的地如实的，就讲佛的智慧啊，是确确实实。如实就是讲以诸法缘起性空，彻底的了解，叫做如实啊，未去学迷去。未去颠倒去，所以一个是虚，就是凡夫啊；也一个是实，悬殊就是差太远了。理无得等，就是没有平等的道理了啊！这按照道理来说，这个怎么可能凡夫跟佛是平等呢？啊，所以说无等啊，无法度跟佛比的掉了。讲声闻辟支佛。有有所知啊，修行的心门跟辟支佛啊，那有什么知啊？啊，立定才会知，出定都不知啊，出定都不知，有知啊，嘛是有限呐。佛是得的如实三昧，所以佛是定定在定中啊，因此一片的一切法，教万法啊，二与无二。什么叫做造万法恶与无恶呢？这个恶就是恶性法，一恶的恶，是吧？就是对立的意思。造万法恶，就是说有能就有所，有善就有恶，有天就有地，有阴就有阳，有男就有女，有硬的就有软的，有水就有火，表示世间所有一切六根六根六性，只要三性对立。这个叫做二啊，说教万法二，他不但懂得一切法与无二，就是当下就是圆融，二就是事理，无二就是圆融，二就是一切法的代表，对立的代表，无二就是一切法本空圆融无碍啊，所以呢，恶就是有，无恶就是空，所以清幻非轮呢啊，所以讲我就无轮。那么这清啊，无法躲避的点，轮就是没有办法比呀、啊。佛悟了，悟道，我的真清的道理，你无法躲盖避的点。啊、所以叫做无轮。八地以上菩萨虽然得到报身三昧啊，啊，报身三昧就是讲一直投胎迄、那个所在，他马上有这种果报的了。永无出离啊，这个永啊是没有所谓的出，跟没有所谓的入啊，啊，所以离习气啊为心啊。啊还意思说还没完全断尽呢，啊，习气还佫有得了啦。三昧不及明净，也无真清净的了。行待佛智之助啊，就是讲也外在还需要待，就是还要等待啊，还要需要佛的帮助了、啊。啊，行待佛智啊，啊，有为有上，还是啊，也佫比。当然是佛就比这八地菩萨较悬嘛，啊，所以佛地啊断执着，啊，断一切惑啊，具足的智德断德通通具足，智德就是先天性的智慧，断定就是断掉这个迷惑，完成了佛果，所以智德断德通通具足，这智断具足啊，两种德，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的。讲如法离教啊，那么法无量故，教也是无量啊。譬如涵盖盖也盖，涵就是包容，盖就是范围。你那包容心的包容真大，那么你通盖的范围就愈大，佛就是上大。所以讲最上，
所以这三句也一旦讲颠转辗转相成呐、啊，依佛的智慧无一定过啊，依佛的智慧无一个法度改变，所以叫做无轮。所以因无轮过，所以最上圣呐、啊，也可以最上圣过无定啊，无定过无轮啊。啊，所以当然讲无定便觉啊，啊，无定便觉，无一个比伊较悬的，对，没有一个话，没有一个跟他平等的。这是佛是最高的啦，佛啊，那么佛何意思？下面两句，共度须陀洹地，不依阿罗汉定啊，你是基督呀、啊，啊，所以亲像须陀洹的智慧啊，无跟阿罗汉定啊，啊，那是其类，初地到十地也是安尼啊，地虽然不定啊，非不基督文啊，基督文就是同类啦。啊，就智地慧啊，啊，虽然是不平等呐、啊，啊，非不其轮，也不能说永远跟佛异类啊，你这个跟佛也是平等的啦，本性是感观的，本性本体是一样的啦。讲佛一个啊，非最上果，类地有为难呐、啊，啊，那么以佛非一切地，时时不言，你讲啊。佛啊，那个去右边为难，就是来问难我，来责备我啊，只来问难，来责备说佛啊是堕入右边，而佛不是一切地界，这不是并不是安尼。问我讲下辈心中安尼讲，十念相续便得往生啊。十念相续便得往生，因何名叫做十念相续呢？答：譬如人空旷回处啊，空旷回处啊，伫个真快所在啊，拄着这个弯擦啊，拔刀奋勇啊，拔刀奋勇啊，一来欲杀啊，要抬就对了。既然正走，一直走，一直走。啊！如果看到一条河，若知渡河啊，首领可转啊。那一旦走过这条河啊，首领就是头壳啊、头颅啊，还可以保全得住。要不然，不人头要落地啊。哦，是讲啊，那迄个时阵啊，干那念这个啊，念这个渡河方便哦，别安怎渡过这条河？要那无渡过这条河，后边有堆沙啊。啊，我来到河边的时阵啊，河哈、啊，就讲。要穿衫裤来多，还是要脱衫裤来多较紧呢？若早一呢，这个那就是呢啊，这个因为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方言呢、啊、不一样，所以这个那就是我们的疑问词。若早一呢，恐不得过；若脱一呢，也恐无得暇。哦，那脱衫呢，那么一穿起来哦，不那穿衫呢，穿起来先给当早未过，因为脱衫呢也无迄个时间啊，但又初天嘛。就无他言，一念啊，何当多何啊？就是一念，如是不杂心，一心不乱的了，名为十念相续。为在里啊，修行的人也是同款的，你念阿弥陀佛，如彼念多啊，经已十念。那念佛的名，若念佛相好啊，若念佛功名，若念佛的神力，若念佛的功德。欲念佛的智慧，欲念佛的本愿，拢总刹那间无间断，无混杂，心心相处啊，按照顺序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所以一妄念十念相续，成就不难，并无感觉作困难啊。人凡夫心有压呗啊，凡夫的心情有压呗。是聚炎红，这个意思啊，剧烈，这个剧就是剧烈，就是强烈的分别，非常强烈的一种活动力，爆发性，无法停止，就剧，我们说剧痛，剧烈啊，很强烈的，对，我们的意思啊，强烈的像什么，像搞啊呢，啊搞的是不会停啊，不会停啊，啊，两边跳起啊，两边跳起啊，啊，不得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啊，心如眼红，就是不心不会定的，就金扑了，对不对？这持病六尘呐、啊，啊，就持病的是追逐啊，
追逐六尘，不暂停息，一点都不停的了。以自信心嘛，啊，无助缺念，应该用自行的信心，自己啊控制这念头，熟即色生性啊，啊，即即色个生性，积习成性的情况，哎，当好的念佛啊，啊，变成一种习惯性，显因那个坚固，哦，啊，平常的动不动念阿弥陀佛，啊，念到阿弥陀佛，啊。如何个贫婆沙罗王啊，进行混的把这个贫婆沙罗王来供，这人机善行啊，啊，死无恶念。那么那人一世的人都做善事，当然一世都无恶念嘛。哦，这亲戚手啊，啊，向西边倒啊，啊，倾斜啊，啊，倒了一定是阿西边的，啊，无可能讲这手啊一定阿西边倒，阿西边倒的时阵，啊，你这倒了就变就走去当兵，给黑皮靠可能。要是讲咱一个人平常时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到一心不乱的时阵，往生倒了，那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好，个拗落去就对，啊，那念佛总是习气个拗落去，我就是要往生，我决定要往生，达刚龙化观，达刚龙肯定自己的目标跟方向，打刚刚打这个频率，这个心电波，或者弄或者佛陀，那么到临命中到了，一定往生呢、啊。那个发生车祸嘛，往生，进了黑的水里嘛，阿弥陀佛啊，都提咯，一定安尼的对。所以讲啊，手啊，伊就比了些，手啊，它慢慢向西倾斜啊，倒下去，那一定是向西。这个比喻最好。那平常时啊，一心一意，一心一意，变成求生极乐世界，到了去往生。一绝对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说得风一击啊，就是临命中的说如刀啊啊割这个身体啊，白骨骤身啊啊，骤身的是集啊，别扣啊，骤身的是集合啊啊，隆中集合的，你这个辛苦隆中集合，你这个辛苦的痛苦的拖磨的掉。欲见色不在花，念佛可变呢啊！你那是念佛的这个修行的习惯性，那无个空结心来啊。那么你念这个临命中的念，何可办的？哪里有办法呢？哪里办得了这个生死的大事呢？哎，这念何可办呢？哎、怎么有办法呢？所以有一同志啊，啊，就是咱同参得友啊，五也好，三也好啊，共结缘要，大家、啊。呵呵的哈，临命终的时呢，互相开晓啊，叠相开晓就是互相。为请阿弥陀佛名号，愿生安乐国，声声相处殊胜是念念。譬如那印啊，印尼印文臣，这个那这那呢，读到黑时呢，也牛啊。这蜡跟这些印啊印啊印泥啊跟灯印啊灯下去啊灯下去呢、这印啊成功啊啊不如这文成功啊啊不如说你刻一个印章哦刻这个文书讲堂哦而且用蜡的子啊跟灯下去哎这个印啊派去但是这文盖在底下的文书讲堂显示出来啊你听我叫做蜡坏啊那么这个印坏文臣印坏这印那是拉者的哈啊就表示说那些辛苦的意思那些辛苦这个蜡就表示我们这个身体啊不永恒这个不永恒的身体啊哦哎大刚哥等下等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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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我习惯啊等我准备带领的这印坏的是身体一时极乐世界文臣就是马上往生极乐世界啊、哦、你听好了、哦、啊这比喻就很容易啊、哦所以诸品端的时候就是马上往生极乐世界一入镇定聚更何所忧、哦、一入这个镇定聚就永远不退转、啊、那么有什么忧惧的呢所以列论这个安乐净土义谛那简单、啊、列论这个安乐净土 啊结束好84页84页，五方便念佛门呢、啊？五种方便念佛的法门啊！天台智者大师传就是根据经典加上自己一点点意思啊，
去把它截入的，叫做转。一叫做凝心禅，把他心凝结起来。第二叫做戒心禅，第三体真禅，这体真就是空的意思。当体即空，名叫做体真。第四叫做方便随缘，方便随缘就是立一切法，立一切法啊。体真就是空一切法，方便随缘就是方便安立一切法。第五习两边，两边就是停止空跟停止有啊，这个分别，停止这个空有的分别，就是进入圆融，空有圆融。还诸心一经啊，安住这个心，在一种境界里面啊，名叫做灵心啊。安住这个心啊，一定啊，名叫做灵心啊。请如行者念佛的时呢，而且啊，就像这个行者修行的人念佛的时，这观如来玉毫金像哪边？地观这些啊，用心呢啊，观着如来这个白毫相光啊，灵严寂静啊，凛然寂静的地，嘹亮洞天呐，嘹亮洞彻啊，那么就是清清澈澈的这名叫灵心禅，这种心啊，它集中的地，处间呢属于灵心呢，但是所习惯呢慈善，就是我们以前所习惯的都是散乱心呢、那么今嘛这来领还了，领回顿来呀，地缘金相，呵呵来，观相这个佛的金相，名叫做这心相，修处，前虽这心嘛，头前虽然讲这心嘛，一组定的境界啊。那么既非理观呢，不是用理这个观呢，拢属于思想的修行。下面讲金体本空，谁治啊？谁在控制呢？啊，本来就空着的，所以讲无佛无念，名叫做体真禅。体真就是空的意思了。修处啊，简虽讲体真，但是啊。一个逗留在空寂里面一个无量的冥想呢，迷然不知无量的冥想，一个无了解，所以今啊无所得离为方便，就是不得一切法啊，将空你这个给这个入，要把它改成出，意思比较明显。从空出假，第一个是落入空的极境法，今啊要出这个假，就是说要立一切法，建立一切法。所以万象洞明啊，清清澈澈，不为空顶之所摄乱呐，不为这个空顶所扰乱的掉。名叫做方便贤嘛，名叫做方便贤。修处，切今即以方便呐，各具空有啊，拢中有空个有，不离两边呐。这么深深来观这个经啊，乱本无相啊，就是讲经观净乱本无相貌，经跟乱二分法本来就是空啊，本无相貌就是本来就是空啊，经啊当体是空啊，乱当体也是空，经乱是对立的东西，名言多端啊，思想也转啊。名叫做习两边禅，两边空有，所以为浅跟深如是分别，缘复缘观也不浅跟深，你浅浅弯人续开念佛的果门，得清明翁星念佛三昧门所以要注意，第一清明清明就是那人念佛你念佛翁星你念佛三昧，第二观想，观想面对观这个佛像来念佛看佛像看好清楚来念佛，第三诸境种种的境界
为心念佛三昧门，哎，种种的境界啊，为心念佛三昧门啊，第四心境距离念佛三昧门啊，心甲境界拢总离开啊，就是放下的意思啦啊，心跟境通通没有，那就是两念佛的三昧。第五性起圆通，那这个难。性起圆通就是历代记的本性，为本性起这个妙有，叫做圆通无碍啊。本性啊是如如不动的门家，所以啊，你那是为本性演现出来，那么这个圆通是念佛三昧门。像诸佛大慈悲上告天，说法诸菩萨顶啊，以种种的方便令众生也解。所以由自一种种方便开始破戒波罗蜜，以何以故讲是破戒波罗蜜呢？佛讲要令诸菩萨定精中念佛三昧故，以何以念令念这个诸佛？佛讲若念佛者，当地这个人就是文殊师利定无有异。以何故诸三昧者，诸佛世尊之所有异啊！啊，三昧就是正定啊，诸佛三昧，诸佛世尊之所有异啊。修灵严定诸代三昧啊，开始从这个地方产生。那么是第中立诸佛法啊，那你再当立这个诸佛法，是方便行得，实在叫方便啊，实在叫方便。若以一言立其教门，教门就是讲，那简单讲一个，这句话简单讲一个，就是讲，讲一个法门，讲这句话就会当解决一切。那无过念佛，就是念佛。单单讲就是念佛，就包括一切的对了。所谓法门念佛，就包括一切。所以假和啊，是为什么呢？一切显性拢是为念佛来生啊，一切智慧拢是为念佛而有。假使十信菩萨甲三贤菩萨，皆不离念佛、念佛、念经，乃至不离念一切种子。初地菩萨乃至八九十地菩萨也不离念佛、念佛、念经，乃至不离念一切种子。但你念的差别啊，念的差别啊，随意立名，随这个意立名，众生没名，妄生啊一概啊，众生啊没起这个名，那么妄生就不懂的这个的解答，所以飘对莫改。简单讲，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啊，那人啊，切的就这点。我听你讲讲，讲修行，你一定要用本性的去修，无相法的去修，包括两佛，你就不使用执着的法的去修。所以执持名号是讲，哦，方便说是执于无执的意思啊。执着于无所住的那一种执，就是这个执就是安住以空相空性，所以那种执持名号表示说你用空一切法，因为你跟空一切烦恼当年当体即空的东西，烦恼都等佛陀主人的清净的东西，就是天上没有云尘，即空的就是太阳，所以那个执持名号是通达空有的意思，这不那么简单啊。所以常常说书里跟人不要执着，不过那经典就都跟人执着，不要弄错了，经典不是这款意思，是你搞不懂这经典的意思。所以啊，就轻视这个念佛的名，哪一位啊，那么自己优秀啊，自修的人类，人类说自己已经有修了就对了，我已经有修了啊，认为自己已经很有修行了，啊，别为生业，自己感觉我参人无共，我特别动作这些真殊性的物件，所以为民主国，起码简单讲，那论修因的人是不离三贤修行，那论正果的人当然是诸佛如来啦。修因的人，这个心点点思念，喜欢一切佛，正果的正果的人也特别开发。开发这个微妙清净的一心，是第一立为正心嘛？还是怎样讲？真容易立啊！正的这个谦卑啊，不可念佛的啊，几乎就是哎呀，无学之流啊，轻举一立啊，啊，轻视啊，轻视讲啊，这呢这简单，
所以失其正身啊，因为伊感觉看无起这念佛门嘛，啊，轻视嘛，啊，所以伊讲啊，这太简单了，念佛就包括一切，太简单了，所以看无起，因此失其正身，伊就因为他看无起，对念佛门无信心，那就免谈了。就等于说，一个徒弟对师父没有信心，你说那怎么修啊？你只买公文书，讲我弄臭皮啊，哦乱抓，哎，这无信心，你别来念。所以其为见所把一个所看到执着最好的，所以两可悲，这是很悲哀的。有诸佛一众生乐清诸佛的名啊，真快乐啊，欢喜来清这个佛的名，生彼国家，生这个极乐世界，即是清明往生门，众生有乐道诸佛者，就是真欢喜，道就是看见到。啊，众生老真欢喜来看到诸佛了啊，去障不见者，恐惊去众来未看到，所以一着示现开示，示意就是开示，要是观相灭门呐、啊，灭罪门呐、啊，啊，观这个相啊，啊，灭这个罪啊，所以众生有昧心结境啊，那么就开始以诸境为心门啊，诸境为心门，所以众生有执着，实在有者啊，众生有。有给是有假啊，就是对这个记就是执着，执着是实在有的。那么的一开始说心跟境都爱离，你执着心是心跟境是实实在的，那么这个记实就是执着以为实在的，所以我忽得把你开始说心境都要离。所以众生那乐生即定，那真快乐，希望会当得到真心的定，那么通达无生。无生灭者，那个开启一性其圆通门，就是为本性透露出妙有那种圆通。这待在世尊啊，先把我定啊，啊，这个拔就是度啊，啊，拔度啊，超度这个我们众生呢、啊，就开启一得直接到菩提真经的法门，所以念佛啊，只有大地多论啊，唯有大地来大地多者，就是有大地慧的人啊，才多一点。心理之低级者啊，清修定慧者啊，不得善经论者，善经论就是通达啊，善经论是通达经论的人，一绝对会跟你讲念净土念佛法门啊，因为进门的包括一切的定，所以勤俭此门呢、啊，以了一大乘经典，有收益不尽处。勤俭的是说，麻烦你把这个念佛环特别的拿出来。这个念佛环就是跟了义，就是究竟的大乘经典。了义经典有分了义啊，跟不了义。不了义就是不究竟，就是全啊。暂时这样讲的了义就是究竟啊，大般涅槃啊，了义待行定定。有收益不尽处，修一切得利，修尽一切得利，所以情是言之啊。那么是地清一佛名啊，所以就知道清佛的这个一佛的名是地会是真亲嘛，地亲的人的亲嘛啊。那么一言离机就众门心有真理，这确实可以证明的。既然渺小公五门来这个意境啊，这个哦，他都供了这个五门呢 啊来意啊，来结束，那么更叙述入方便次第，你按照立得掉，你按照立得掉。那边，假如修行人垂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心一定爱愿往生极乐世界，我这就是往生门，我。早就把诸位讲的，讲你每一拜来拜了，你就讲我是决定要往生的，我就无改变，你就讲我浑身脆骨，我就绝对要往生的了。你这肉身一定会歹，会烂，会害啊！你今日唔念佛啊，就死啦！啊，你要念佛啊，就死啦！好家人啊，就死啦！查甫嘛，就死；查某嘛，就死啦！你一定要死啊！死，你到死一定蒙蒙飘飘呀！所以你今日你逐天我都绝对要往生，我深信不疑。临命中，你看，请这起话，他都来讲起话二塞平，你倾斜倒了一定二塞平，迄个唔免讲诶，绝对往生的对了。所以你心必愿，身必果，不会再跟他吹咧念，吹咧念念，对不？还执着这个行家想象这个佛身呢、啊？
专主不一啊，所以因此啊就得见佛的光明，赫意照处啊，赫意就是大光明啊。赢家逆袭所有的罪状，该色消灭的，就是观想灭罪门啊。有观诸佛，就是为心起啊，无其他别的境界，就是诸境为心门啊。有观诸心，也无诸相可得的，就是心境拢离得掉。所以赢家逆袭啊，出用真心的定啊，放下一切心意意识啊。将入涅槃啊，借着十方佛慈悲来加彼护念，行起这个智慧之门，行者逆时啊，以一念轻啊，净佛的国度，成就众生。如何头前四门所有功德得千万分啊，不及一分啊？何以故？无功用威啊，啊，令以一心为无量心啊，啊。无功用威，无功用恨呢，就是已经快到达岸边了啊，就像把那个帆船的帆呢、啊、收起来，就自然就靠岸。不，帆船呢要靠岸的时候啊，把那个帆船的帆布收起来，很自然就靠岸，哎，很自然的靠岸。只是讲啊，不退转的啦，啊，无功用威啊，等那些不退转，领一心为不动心，任意休息，任意的是讲随心所欲啦。哦，所以佛观何过，诸佛法观啊。尽穷底故啊，尽彻底的婆贤观音啊，色万万个婆贤的这个观的音啊，隆重万万，不管这个法如是个，这是性气万通门啊。所以以上五门啊，定结束啊。问：因何为一行三昧呢？啊，什么叫做一行三昧呢？答。大宝积经第116安尼讲，文殊师利对佛安尼讲：世尊，你安怎修行，才会当真经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讲一行三昧。讲现在如现如林修这个一行三昧，真经得当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菩萨安尼讲：因何名一行三昧呢？佛讲法界一相，色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现在如现如林，若要入一行三昧，爱心闻这个法界不落去。如说修行啊，了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言啊，不退不还，不属于无界无相，现然自现如莲。那么入一行三昧，应当空闲，未使有吵杂的地方啊，不能有吵杂的地方。哎，下诸乱离，不出相貌修行一佛呢，专清佛的名号，随佛的方向，专心正向，令一佛念念相续。就是念中念见三世诸佛，可以讲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也跟无量诸佛功德无异无别。如是入一行三昧，尽知行三诸佛了啊，法界无差别相。这出门量境，这当证明得到。问乱，咱人真侪拢为这个相来观这个啊，来观内来定内得到，有何圣教？有什么人啊？一经典啊？有什么开始无？根据什么性教啊？答：《大宝积经》第89安尼讲，逆时大精进菩萨，其为佛哦，佛王威啊天相。那么这个叫做毛之如布面呢 啊，这个毛质的布的掉了啊，布面是毛质的啊，这上的掉。讲伫别深山那来，寂静无人啊，禽兽之间哦，啊，迄个时阵就触礁啊，啾啾叫啊哈。啊，开显微相啊，出彻微遮啊，所以在微相一头前啊，且结加夫座哦，那遮得掉正身正念啊，观于如来对观察力，作如是念，如来是稀有微妙啊，那微相啊，啊个安尼啊，端者微妙，何况如来净遍地心呐 啊。合作思念，因何观佛呢？没安怎观佛呢？从逆心哪行啊？地比菩萨心之所念，心之所念，别菩萨言：说善男子啊，讲你念因何观佛呢？啊，没安怎观佛呢？啊，导演，若要观佛，当观微相啊！啊，爱观这个微相相片啊！观诸位相，就参如来同款，所以不异如来，是名观佛啦。如是观佛，如是观者，是为善观啊。这个时阵大精进，作如是念，
我今因何观诸为相一如来定呢？佛祖师的起念，如是为相者，非觉非知。把它拿起来，这个觉知是第六意识的观感，不能用生灭心的第六意识的观感，不能用那个心，就是非觉，非觉。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啊，这个是这个见闻觉知的觉啊，不是第六意识的感觉，也不是第六意识的知，所以一切诸法也是同款呢。只有名利，如是的名利，当退是空，不无所有。如来之心，即相如是。所以为相，非净非垢，非净者非定啊，非诸非起来，非生灭非净非色，非十八呀，非贪嗔痴，为相非因界入，就是不是五因。不是十八界，也不是十二入，非初非中非后啊，这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弄不是一切诸法也是同款的，当体即空。如来心相也是同款的，如此的微相，非觉非知非作，一切诸法也是同款的。观如来心相也好如是啊，乃至六根也是同款的。何说如是？观如来心，皆加护者。第三七二十一天成就五通，供养诸佛诸天善花一供养，唯有所赞叹，会中两万人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阿精机机灵诸利行功德，大精进者释迦牟尼佛是啊，初无名义就受教啊，把笔拿起来，底下写个甲，父心不独身，甲甲心不是自己身心的。地刹缘起，把笔拿起来，这个刹就是戒，仗着一定要戒着因缘法啊，心不会自己单独去啊，一定要借着种种因缘，你才起心动念。修行的人念佛的时候呢，一向为因嘛，为因呐。公主来何公为缘，也名发点呐。以对易经讲，以对这个易经讲，所起之念就是所生的法。观诸经典灵念跟所念啊，那么三相牵动，三相就是生住灭，三相生起来暂时停一下叫做住，叫做就是没有了，灭生住灭，中间这个意没有，这个中间这个意没有，就是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如果用一个叫初中后，初中后开始啊，中间后来这样子，初中后心心性灭的念念就不足，分色即空，无佛无念，这就是藏教小圣，就是经过分析才知道它是空的，那是藏教小圣。过来，你观念不心气，观你念佛的心气，灵心所生，没有一个不是当体即空，妄会心起呀。咱妄想起来，人家讲心起来就对，心是不起啊，气不诸性啊，一来自于无形无相的空性啊，体是动，体就是空。那么所观的佛像，亲像镜中的声啦、虚空的花啦、无分无念，这是空搞大性。过来这假过来的疑哈，这即观念这个开始是疑哈，过来丙丙过来丙哈。即观念佛心起，你观察这个念佛心起，就是假名之法啊，浅个深啊，清清楚楚，无量的名相，亲像观这个咱江中啊，了知这个心犹如来中，经过的业断灭啊，才进的这个真常，离开这个边啊，显示这个中道，离开这两边啊，显示这个中道，无分无量。无复无量，是别高大乘呀，别高大乘呀。过来的A B C D 过来的甲乙丙丁啊丁，这是观念佛心气，观这个念佛的心气，当下即空即假即中。那六根也是顶，顶是法界，起一念也是同款的呢。顶杀诸佛，顶杀诸佛就是无量无边的佛，一念照明六道的众生，刹那破影，刹那间一度应一切众生啊。初即是后，就是说根本没有时间的前后，你当体即空，你一切法都空，那你哪里有什么前后呢？前后是生灭的意识心所产生的时间的观念跟空间的观念嘛。所以金书各地如大福音，有福报的人，
摕着石头就变成宝，摕着石头就变成宝，就是因为诱惑不真多啊。必无舍念，必无舍念就是不必舍掉那个念头，不必舍掉那个念头，别求离念，也不必去特别求一个离开这个念啊。即边而中，当下这个边就是所谓的中道。搁再讲一遍，亲像有真多福报的人，摕着石头就变成宝贝。啊，因为一做过福报嘛，是必无舍念，也不必有特别一个舍，也不必有一个离啊，必无舍念，别求离念，啊，不必有一个舍掉啊，或者是别求一个离，不必。为什么？即边而中，当下这个空假，当下就是中道，边就是两边嘛，就是空跟假嘛，啊，即空跟假就是中道，是无惑无念，弯搞大心呀，是璎珞经明。顿悟如来出一位呀，啊，璎珞经明顿悟如来就是安尼讲呢，安尼讲呢，哈，啊，过来辩解这个文殊刚那个主旨咯，这个无啥人看咯，哈，哎，那么公告结了哈，公告结了，对吧？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